谁小一点不怕回来的财嘛，谁小字不怕，不写小字可以了，一行的做一行写一行，一行写的一行的做一行的写小字还得写简化字吧，随便都可以写简化字，好简化字写这个，你不如书法进课堂的是它的主题啊，这次一样的进校园，我们每个礼拜有几次，讲话字我现在忘记了，也要写几十年忘几岁，你写澳门那边也不用简写啊，这不好，这不像我这写的，不是对，这你看，写不错，他就这个笔呢是，笔太大了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换，这不好，还可以再大一点。书法的实用很重要，实际上瓷器的实用就不是重要，其实当然草书是另外的，但是草书的作用很大，不管吧，你三十一张再出来我也在了，草书不单是外国人看不懂，中国人也看不懂，这句话已经不是我，我感觉到，对，你作为一朵花，艺术的书法艺术的一朵花可以，你作为经常用这个草书，我还有这个范围很大，它已经实际实用。实际上，中国书法一定按照这六句话来才叫做中国书法。你把它变化成不是中国书法。对，中国书法就是中国字，我写的草书可以，草书是中国书法，但是呢，实用性就极小。大笔写小字，考功夫啊！考功夫。大材小用，大笔写小字是大材小用，但是千万不能小笔写大字，不胜任，小材大用就不行。对，你那个论诗论诗里面就写过，大材小用呢还是委屈一下，要考功夫，对，大材可以小用，小材不可大用，小材不可大用，